你怎么在这儿？我。你发现什么事了？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没有，花爷，我找到王忠赫了，刚刚还交了手。交手？那你没受伤吧？让我看看。没事，咱们快去吧，免得人跑了。木兄，你先去找飘爷，我去去就来。哎，有什么事情比找飘二爷更着急啊？而且我人生地不熟的。去开元路找红色木门，在南面有个小门的长厅，飘爷就在那儿。哎，走。哎，这绕来绕去黑灯瞎火的，我怎么找啊？哎，哎呀。王忠赫，哟，花二爷，众叛亲离的感觉怎么样啊？走。最近比较忙嘛，累死老子了，蹲了蹲。啊，舒服吗？舒服。哎呀，想死了，偏方边下院了。哎呀，讨厌死了。这儿呢？行，哎，给我按一下，哎呀，来，快。怎么样啊？舒服吗？舒服，快给我按腰。哎呀，下月继续啊。天哪，累了呀。是谁？藤家大小姐在哪里？ヤバレイ中国芝居の世相素晴らしい。顔を変えようけて、美人復活。残念ながら、現実の墓の中、至るところで、危機をはらんでる。藤川先生，我把花，哦，花一天。给抓住了。担负的责任不一样，我知道，婉云不怪你。婉云，我只是不明白，我们唐家
花城都是大家族，在南陵镇世代安宁，怎么会有人保了我，还这么折磨你？我前几天不是赶着仙月进墓吗？应该跟龙玄山的荒墓有关。还好你没事。我想他们抓我，应该是为了我身后的半月纹身吧。你听我解释啊，我是受王忠赫指使，他是我大哥，他做什么事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唐家大小姐关在哪儿。王忠赫在哪？他就在隔壁，就在隔壁。藤准大人，费这事儿了，交给我呀！立马活埋了事儿。杀花一天，这丹，但我想让他射给废人一样活着。你弟明白？明白，明白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听说会销毁人的意志，让人生不如死。高的花儿爷，跪下来求我。王忠赫，不要，千万不要，不要！花儿爷，花儿爷，花儿爷。花儿爷，花儿爷，花儿爷，藤川，果然是你！你到底对我们花儿爷做了什么？
人民者，花者，おしまいだ。韩宇，慕言，黄一天呢？慕言，你可算来了，你快进去看看花二爷吧。怎么了？花二爷，他是中了种毒瘾。是要花二爷的命，打听到唐小姐的消息了吗？慕爷，现在顾不上唐大小姐了。怎么顾不了？你顾花二爷，唐小姐我自己找。哎，慕爷，我们找到花二爷的时候，花儿就剩一口气了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婉瑜小姐的名字。这不，刚刚一醒来就让我转告你，说让你放心，婉瑜小姐暂时不会有事儿。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把花二爷治好，一切都还来得及。跟我去看看花二爷吧。这也太夸张了吧！花二爷内伤很重，还中着毒，这次再不根治的话，就留下变根了。这意境弄得可以啊，真不愧是花家大少啊！这是花家祖传的，花二爷带了一碗，气色总算好多了。花二爷啊，再忍忍吧。花二爷，时辰还没到，再忍忍。我再去取点药。是英豪花一天，死于一片花瓣。再送你一个。花二爷啊，你的大花魁还没救呢，千万不能死啊！啊，挺美的，挺美的。